咁約莫咧係晚上10:09個字到啦。係西鐵線元朗站嘅職員咧，發現車站大堂咧有人喺度爭執，於是咧車站職員咧係根據程序咧就通知咗車務控制中心，控制中心亦都喺2分鐘之後10:47就報咗警嘅。咁咧隨後之後咧，元朗大堂亦都繼續發生咗衝突嘅。結果警方幾時嚟到？你哋見到？都耐㗎，好似都過咗一段時間咯。如果係要係好準確嘅時間咧，我要問翻元朗站嘅職員先得。但係整體感覺都係耐嘅。我哋個感覺都係耐嘅，因為當晚咧我自己都喺車務控制中心入邊協助緊。咁當其時我都好心急，希望即係盡快有警察幫手，但係就都過咗一段時間㗎。